人气话题来看到，复兴商工举办师生美展，结果却爆发夺冠学生的作品大闹龙宫，根本是用 AI 辅助完成的。而且上网爆料这件事情的吹哨者学生，还传出遭到校方要求必须要删除网络 po 文，否则就要记大过处分。而对此，学校今天也紧急出面说明。就是这幅被评为首奖的绘图作品，被民众爆料不仅非原创，还是 AI 生成。第一时间获奖同学甚至还公开自己的制图过程，反呛大家别眼红，却遭到电绘专家打脸。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校方两度找来获奖同学还有相关老师逐一图层比对，这才发现获奖作品竟高达70%都是透过 AI 制成。草稿图进去进到平板里面怎么去画等等，但是它某些部分是交代不清楚，里面应该是有70%是用 AI， 承认某些部分是用也有点像拼凑的。现在当事人除了奖项被撤销，还会被记小过，但后续校方又遭校内学生爆料说，此事件的吹哨者不仅被学校要求删除网络贴文，否则还会被记大过处分，通知校方应该出来面对问题，而非刻意隐瞒打压。在网络当中也接受到一些霸凌那家长也来学校我想吹哨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牵涉到网络上霸凌，也是要教育。前我所知道是没有处分。AI 浪潮兴起，评审获奖作品却遭外界质疑专业度，也引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